好，赶快来看看我们今天最后一位的正妹档案。Hello， 我是 Rainy， 是一个电子业务工程师，在工作环境多数都是男性的科技业里，让我渐渐的也变成一个汉子，大声大笑，不在乎别人眼光，不怕晒黑，享受阳光，几乎不用防晒用品。回家之后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因为家里有我的许多小宝贝陪着我，他们都是我认养回来的流浪狗，帮助他们一天天的从瘦小变得健康漂亮，总是让我有着满满的成就感跟感动。我是一个超好相处、愿意给另一半空间的女生，期待跟我有着同样想法的男生出现，融入彼此的生活，一起去看恐怖片。不要害怕，我可以让你抓住我的手。哦，哇，哇，哇！今天一直绕着恐怖片。对啊，刚好。但他的角度不一样，他说不要害怕你，我给你靠。哎呦，反过来，帅气耶。嗯，而且这个是美女工程师哦，有一点明星脸。明星脸有点像江雨晨，江雨晨对，是个美女哦。哦，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正妹出场。欢迎。真的有像哎，真的有一点像，有没有人讲过？很多人说，对不对？尤其是笑起来那个笑容，谢谢。对啊，而且牙齿一整排露出来，好漂亮。嗯，美丽。工程师哎，业务工程师是什么样子的？对啊，内容大概是？我是卖笔记型电脑里面的 wire cable， 就是一般看不到的。哇，就是除非你把笔电整台拆开，你拆开才看得到。好特别哦，所以这个工作应该是男生比较多吧？男生业务也蛮多的，女生比较少。那我们就让女生好好的自我介绍，让男生认识一下，请。大家好，我是 Rainy， 161公分，45公斤，牡羊座 B 型，然后我现在是电子业务工程师。平常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像男生，所以很容易跟男生打成一片，然后或者是跟大家很好。但是周末的时候呢，我喜欢去海边游泳，然后还有除了跟养流浪狗之外，还喜欢阅读。那希望今天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陪我照顾流浪狗跟去海边玩水的男生。哦，好啊，好哎。我们这边有喜欢去海边有潜水执照的哦，潜水执照的。有小鬼自己举手，你会什么？我会冲浪。哦，你会冲浪，你也喜欢去冲浪。对啊。不是要执照才可以去海边啊？哎呦，呛虾，呛虾。讲的也没错啊，有道理啦，有道理。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很好的表现，嗯，为自己争取一下。OK， 好，希望在那边可以遇到一个适合你的男生。嗯，好的，第一回合看到你，请选择。好，你的第一位是郑龙，郑龙，郑龙。你的第二位是智姐，智姐，小鬼现在很慌。你的第三位是小鬼，小鬼。你的第四位是小薰，小薰。你的第五位是哈哈，哈哈。你的最后一位是依瑞，依瑞。好的，嗯。现在智杰跟小薰那里有一些奇怪的火光出现了，对，不知道这两位海滩男孩比七倍谁会胜出呢？来休息，这两位男生进入第二阶段。今天呢，男生请把握这最后机会，在这个阶段好好的表现自己。是，好的，我们郑龙自我推荐，请揭晓。喜欢动漫，有自己之心，如海贼王般热血。哦，好，那你呢？你会不会有动漫那份赤子之心？嗯，我比较少看漫画，但是就小时候有在看，现在还好。小时候看小叮当，
对，或是流星花园，应该大家都看过吧？七龙珠，还有灌篮高手，对对，那个都是我们那个年代。这样一讲，感觉我们都有年代。对啊，真的是，对不对？就被发现，没有关系啦。嗯，好啦，接下来志杰的自我推荐，请揭晓。半夜找我代驾，我是很讲义气的。哇，对，那一天大概就是在半夜2点多。嗯，我已经穿了一条四角裤，准备要睡觉。嗯。突然间就电话打来，那我就接起来，那就说他有喝酒，那不方便开车，那方便就是我可以过去，那我就说一句话，那就是 OK 啊，兄弟嘛，两肋插刀。你呢？为了朋友、你为了朋友会这么付出吗？代驾吗？嗯嗯，可能通常我都是要找代驾的那个。哦，是哦，可以啊，我也可以。哦，你也可以，他也可以从云林上来的。哎、欸、，OK， 好远。平常可能会提早个五个小时。提早五个小时，平常会小酌两杯吗？偶尔。偶尔。哦，所以就有需要你的地方。对。那你会不会很担心，就是男友太重义气，然后把女友晾在一旁？这倒是还好，就我喜欢男生有自己的交友圈跟生活圈，不要一直依赖着女朋友，所以你是很互相尊重的。嗯，男生呢？我当然是比较会以朋友为主啦。啊？哦，是哦。对。所以同一天晚上，女朋友跟朋友都要代驾，你会一起在？顺路的话一起在。顺路的话一起。不顺的话怎么办呢？通常都是不顺啊。通常不顺的话，那男的叫他骑那个计程车。那骑计程车用骑的，请计程车，那男的叫请家，那女生的话，因为女生一个人其实蛮危险的，哦，那我还是会去，就是亲自让她回去这样。好啦，接下来小鬼自我推荐，请揭晓。会弹钢琴，溜直排轮，能动能静，有情趣哦。嗯，为什么那么多才艺？嗯，好厉害。因为从小就是玩极限运动出身的。哦，对，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是，就是直排轮是全国第三。哇塞！然后同时就是还有在接触钢琴这一类的，就是反正有兴趣的东西我都会去摸了。然后其实我以前也养过流浪狗，养过半年还帮它找到主人。OK。不过我想补充一点，请说。对，就是 tempo 可以快吗？好啊。对，因为对，气氛慢慢荡下来。对，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拉起来，来，就一句话而已。天哪，好直接哦！好 man 哦！好帅哦！男人必学最后一句话。